那也没美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哥哥你来啊，说你来不来？刚去干嘛去？我去不去？我们现在干嘛去？可以啊。我刚才我不跟你讲了吗？哈，刚才你中文说的特好，啊，谢谢。咱沟通不挺方便的啊。咱家后面有的是，你告诉他咱是现宰的啊。我明白了，好嘞。你可以送你朋友。好，可以，我明白了。跟老爷去。行。跟老爷去，让你们哎。那可以。就是咋的？所有中国农村的啊。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纯野生的。对的。不记得。这个是土豆吗？对，土豆。चाइना ਦੇ ਪਿੰਡ ਦੀ ਸੈਰ ਕਰਵਾ ਰਹੇ ਸੀ ਤੁਹਾਨੂੰ।随便。啊，都可以。哎，我没考虑到你中文说这么好。啊，行。有那谁。我小表弟儿，那以后咱常联系就完了。可以。是。没事，那就随便。哎，给怕抓着呀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好，你像个。哎，你们拍一下子，这咋个？回家送个朋友。可以。哎，这个是什么菜？这是菜还是啥东西？艾草。艾草啊。这我不认识的。马盖伊。North South Village。还好，给你这朋友送去。行。中国的端午节嘛。好嘞，谢谢。没事。我刚才不跟你说，以后咱谢哥哥，以后咱常联系啊。那当然。我真没考虑你中文说这么好，中文。中文还行吧，哎、我觉得。老舅，你再多来，回家那啥，哎，拿刀。够不够了呗？不是，你拿刀。刚才我告诉我舅舅了吗？啊。多送你一些朋友。啊。行。可以。咱就真是纯野，真我觉得是买那个味儿，这个他好像都是到那节味儿。哥，你什么时候来展出？有小北在这，你说我能不去吗？可以，你的展出完了啥时候会去巴基斯坦？我是巴基斯坦，我们啥时候去巴基斯坦？兄弟，欢迎你来巴基斯坦。也我有可能去。可以，好，谢谢。没问题啊。这是什么树？太高了。杨树。杨树。对。一会儿我再给你。